我是泡芙，今天呢，后会新下来一台很厉害的奥迪 TTS， 我们呢又请了我最美丽的好朋友小曼来介绍。小曼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我是小曼。喜欢小曼的朋友，请多多帮我们留言，说喜欢小曼。帮我留，喜欢小曼，喜欢小曼，这样就可以常常出现在老肖频道，可以过来玩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请小曼跟我一起来。车内感觉 TTS 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哟，走喽。小曼，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超棒的。如果是男生开这种车载你，应该我会超级开心的。那你觉得这台车里面呢、啊？跟以前你坐过的 TT 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以前坐的 TT 比较低，有开过一次，想知道说这款跟以前旧款的 TT 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台是 TTS，TTS 光是 S 呢，在新车就要多加66万，那它的马力差了80匹，所以它更猛、更会跑。以前的 TT 可能在高速公路上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家一起尬掐，但是现在的 TT 是可以的 哦。真的吗？对，那待会啊，我们就请小曼啊、来跟我们示范一下女生开车到底有多美。好哦，我们来试试吧。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今天体验完这台车，自己开真的是太舒服了，真的很棒哦。这台车配备呢非常好，非常满。那我们请小编把我们的年份里程以及价格都把它打在旁边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喜欢它的话呢，就要。赶快来找老肖。为什么老肖要用柠檬车条款呢？我们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消费者，我也不希望买到有重大瑕疵的外汇车或者中古车。这样的政策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，也是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安心。实行柠檬车条款，老肖需要您的支持。